又一日啊！哇，今日落雨添喎，喂，可唔可以飞咗 skip 咗呢日来啊？落雨同天黑系冇分别嘅，喂，点算啊？大家，我哋系咪应该翻搵翻个头灯啊？我哋，点话我哋应该要砍掉重练，为咗个头灯开个新师傅啊？完全由头嚟噶咯喎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ase 啊，阿 Wing 啊，你继续执嘢，唔使你住。乜嘢话？阿 Wing 咧系咁喺度闹我，啱啱开始拍嘅时候咧，佢系咁喺度话我咧啲嘢乱咁劈，话点解个箱啲嘢乱咁劈？明明话嗰个箱啲嘢系乱咁劈噶，出面呢几个嘛，系咪啊？乱咁劈噶嘛，乱咁劈呢家嘢我了得啦。你执，我谂住喺我 off cam 嘅时候得闲就去执噶啦，真系，但系未得闲。咁啊，上集如果大家有睇嘅话，咁就知啦，更新咗啊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咁佢而家有个新嘅岛啦，新嘅地方啦，有啲新嘅事件会发生啦。咁啊，未知会发生咩事。咁啊，嚟到呢个地方啦，我哋上一次咧，我哋咧系搵到张纸啦。咁啊，佢有啲内容话俾我哋听，原来我哋要去搵一个巨大碗嘅城市啦，即系喺个水底城市咧，应该系。咁同埋咧，执到一个部件啊，好明显应该有得插电嘅嘢嚟嘅。但系咧，我哋今日咧要彻底搜查呢一个区域嘅。我哋应唔应该要有规律啲咁去搜查呢一度啊？我觉得右边呢一度可以搵晒先，即系呢一橛啊嘛。系啦，因为你见到咧，佢咧，咦，你喺边啊？我喺呢架。你见唔见到我哋望左手边呢度咧有条 zip line？ 系。我觉得佢系一跨一跨咁样咯，即系单向嘅。所以其实。是啦，单向的，那我们可能要找完这里呢就先走过去，应该会有方法才可以用到 slipline。 OK， 我估是这样，那我们在这里找着东西先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 search 到，看看有什么分开找，你一起找、啊、我跟你我想要跟你、啊、你又跟我跟你啦。看看我要跑到上面才怎么上到你那里，这条好像是这间屋，你这里找的有呢间咯，你啱啱行出嚟嗰间揾咗啦。佢会唔会 spawn 翻啲嘢出嚟俾你执咧 ？spawn 翻啲咩啊？纸条，唔系即系纸条可以使用啊？喂，咩嚟噶？哦，咁我咪真系要博管啊！我可以喐呢嚿嘢啊！哦，跟住下面个水井系啦。咦？但系唔系，我哋要揾条管嚟博住佢咁。唔使啊，你帮乜？吓、啊，咁好笑。佢会扯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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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好笑。嚟多个，嚟多个，嚟多个。系啊，喂喂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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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系啊，嗰个喐上边啊，喂。呢个下边，下边，下边，得啦，嚟啊，嚟，你帮啊，你帮啊，你帮啊。我争少少位，好似得得地咯，我再帮我，再帮。你帮多次啊！入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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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到。咦？你阵间都要落嚟啊？我又见到有纸条啊，定系你想我帮你执咗？你攞你执咗佢，你执咗我会见到噶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，应该。你执我准备紧本书啊！哎，即刻见到啦，共通嘅本书机密啊，继续都系啊。头先一个最高机密，呢个系机密。妈妈话我应该将想法写低，以备不时之需，所以我写低咗啦。大逢车阵就好似一块从水里延伸出来嘅巨石，佢嘅土地肥沃，可以养猪嚟食。喂，可以养猪、啊，睇嚟有个地方。我哋同呢个马亚达马啊雅加达剩下嘅一半人一齐坐船嚟嘅。佢哋点俾我哋留低？因为妈咪好聪明，而我爸系一个好厉害嘅航空。佢哋话我哋不过系个吃闲饭嘅人，但系我要证明俾佢哋睇。但问题咧就在于咧，大逢车阵太细啦，而且太多嘅地方都俾用咗嚟养猪啊。桑杰，我喺岛上面嘅个人助理就话咧，仲有好多地方可用嘅地方都位于水下边。但系如果我哋有办法将啲水整走，即系泵走啲水，咁难明嘅。诶 ，OK，OK，Nice， 系咪继续啊 ？Keep 住泵嘛。系啊，继续泵，继续泵，升紧上嚟啦佢。诶，冇得我泵啊！我泵啊！落嚟睇下，睇下先，落嚟睇先，应该差唔多噶啦。泵，我泵多咗几下。系啊，你差唔多噶啦，其实你落去个井。开心喎，好似执到添咯，喂，唔使啦，执到啦，执到啦。喂，搞错啊！执到啦，原来已经喂。有啲咩啊？滑索部件啊！哦，攞嚟滑索噶可以。系咪又系喺 T 度啊？系咯，喺 T 度噶系。好恐怖啊！呢度啲柜桶中意装住一支箭嘅，系一支。冇嘢啦，呢度可以再上去啦。喂，头灯啊？诶，咩啊？呢度系一个大嘅地方喎、啊，点算啊？大家，我哋系咪应该翻搵翻个头灯啊？我哋点话？我哋应该要砍掉重练，为咗个头灯开个新师傅啊？
完全由头嚟噶咯。我哋争个最紧要嘅头灯啊！系啊，因为我哋冇头灯，其实夜晚揾唔到嘢，唔系揾唔到嘅。即系一定要发，要完个夜晚咯、啊。我哋一定要系啊，好黑咯、啊。其实我哋会唔会翻去揾到个头灯啊？即系个箱又出翻嚟。系啊，你觉得会唔会啊？我觉得唔会。系咩？又一日啊！哇，今日落雨添、啊，喂，可唔可以飞咗 skip 咗呢日来啊？落雨同天黑系冇分别嘅、啊，喂。有鸡啊！鸡系要攞网喎、啊，系咪我冇网啊！我有嗰部机啊，但系冇网、啊。我冇嗰个鈎啊！我都冇带、啊，阵间先唔好杀咗佢咯。除咗主动攻击嗰啲都唔杀得。系啊，要捉啊！而家要。唉，唔好提啊！我哋嗰只鸡养贱咗。唔系啊，我怀疑真系咧，之前咧我哋大浪得滞咧，佢跌咗落船。唔会啊嘛！好惊啊！喂，见到只鸡嘅隔篱咧，我喺入边个柜度搵到碗椰子鸡啊！喂。咦，冇嘢咯系嘛，走咯我哋。报警啦，报警啦，报警啦，报警。OK。纸条啊。好，继续睇纸条。爸爸话我哋要走啦，呢啲猪有问题啊。妈妈一直都喺度暗腌晒加工处理我哋拎到嘅肉啊。呢啲系点解我哋冇生病嘅原因啊？但系医生咧就话咧，所有人早晚都会得到病嘅。桑杰的爸爸就生病了，他从来都没吃过任何肉，他已经四处扩散了，而大逢车震并不大，即使他们已经将所有的病人都送去同一个地方，也都无补于事、啊、所以桑杰说了我们会再见的，但是大海太大了，我们会去下一个干燥的陆地，别的人也会去那里的，我们毕竟都没有太多的选择。猪肉有问题、啊，即系啲猪变咗种，唔系变种、啊，佢话啲猪有问题，但系食咗啲猪肉就冇病，唔食啲猪肉就有病、啊，我有冇理解错、你咁讲系咯，系咯，唔知咩事咧，再去睇下先。哇，呢嚿嘢要揾晒都揾几耐，但我中意佢唔系上次咧个船舱咧喺个船舱度要揾好耐嘅感觉，冇错，呢个舒服啲。诶，哇！啲屋有名噶，嘢食噶，食饭噶呢间屋，冇啊，都系啲唔知做乜啲人要包住，用条绳包住几块木放喺屋企，唔知做咩劈邪咩攞嚟，日个个人间屋都有，个个人间屋都有一个咁样嘅嘢包住嘅，唔知做乜噶，哇！咩声？猪叫、啊，我把刀出嚟先。咩啊？唔好杀啊嘛，唔系咩？唔系啊，猪系会有只雀喎。呢只唔使理佢啊嘛。但系我哋呢度执完嘢未噶呢层？我呢度啊，呢个 iPhone 啊。咩啊？唔系啊，头先我哋屋。哇后边啊，后边咬啊！唔系啊，只雀啊，只雀石雀啊，嗰只秃鹰咧掉石头嗰只啊。哦。即系我哋入翻嚟呢度就安全啦，系咪？系啊。你想唔想俾啲嘢我掉啊？喂，我有好多格喎，你掉呢一格，我帮你，等你可以做。哇，系啊，唔使惊啊。咦，我哋有瓦遮头，唔使惊佢啊。佢嚟紧啦，我见到。哇，中啊！哇，佢都中我啊！都中啊！嚟啦，佢嚟啦，佢嚟啦。边边嚟紧？搵你啊！佢搵你啊！你中咗我啱啱。哇！佢都中我啊，但系。我看到那里有那个插电部件，那个插电部件究竟要坐几条线？我呢度个箱添，哇个箱入边有椰子鸡汤，我转弯嘅佢。你觉得我哋天黑前打唔打得死佢啊？死咗啦！真系？真系啊？唔系啊，真系死咗啦！我杀咗佢啦！死咗哦！你杀咗佢？我杀咗佢啦！你个人死咗添？咦，咁咪几转啫？又唔系好咩嘅？好快喎、啊、佢，你睇下佢。哇你死了两个嘅，点解？一个咋？呢度仲有个网嘅，咁我继续上住去先。你上住去先，我捧翻佢落去，然后再捉埋另外嗰只。诶，呢度啊，跑过啦，啱啱。呢度啊，哇，好快喎、啊、啲人。哇，好嘢，好快就系。点解成日都见到你多咗个网跌咗出嚟？哇，好复杂啊呢条路。盯住嘅你又。要劈开佢。喂，唔系喎，隔篱有窿。啲勾哦，系咯，佢哋嗰堆勾哦，其实系咪有一个我哋可以攞嚟用？
但头先我哋唔系已经执到啦咩？诶、欸，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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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咩、啊？我哋执到个部件啫嘛。咦？呢、這个系咪就系嗰个世界啊？系啊，应该就系佢讲嗰个用个盒装住嗰个世界啊。冇错，你呢个箱需要三个滑索部件、啊。咁即系我哋而家有得一个啫、啊。探索三个。系啊，要揾三个滑索部件、啊。纸条会唔会有介绍喺边度咧？新纸条啊，齐心协力出海远航啊，印度尼西亚嘅木筏小镇。哇，木筏小镇啊！洪水淹没咗呢个阿加达啦，菲律宾已经失去咗呢个大部分嘅陆地。从呢个逃生嘅逃脱生天嘅当地人，不得不建造一个漂浮嘅城市啊！将呢个漂浮嘅船放喺一齐啦，佢哋就好似修建到一个通往陆地嘅道路。喺有记者问到佢哋嘅生活状况嘅时候啊，浮艇嘅小镇最早嘅居民之一呢、這个啊边诶，总之呢个咩西普塔啦。我哋只不过系凑合度日啊，漂流好大程度上系需要依靠海流嘅，而海流嘅数量一直喺度稳定增长，呢、這个引起咗海岸监管部门不少嘅担忧，并认为呢个可能会造成海洋嘅危机。尽管仍然有好多问题啊，而且佢哋嘅设计亦都好仓促啊，但系。当被问及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相信这些漂浮小镇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，仅次于近期有公投被雇用在北极为富人建立避难都市的传言。咦，这篇东西应该是整个世界被浸之前的、哦、嗯，那时候应该是说即有这些东西啦，可能都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起紧出嚟咯，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咪就嚟末日啦，咁啊准备紧啲嘢咁。诶，点解呢度有条路嘅喂？系、哎、啊，我就见到呢度有条路可以过嚟呢度，要跳啊，小心啊，跌落街嘅、啊。哇，好惊呢、啊、件事。你唔惊啦，捉蜜蜂先。Come on， 蜜蜂。哇，好惊啊，真系，仲要跳。呢边执咗未啊？呢度上面嗰嚿嘢。应该啲缆索我哋未用得嘅，但系啲屋咧我哋就应该守得七七八八啦。但系咧我哋好明显咧系守漏咗啲某啲位嘅。哇，羊驼啊！哇，佢瞓低咗，好惊！哇，我哋要揾到三个欧啊，啲欧收埋咗喺边啊？有纸条，超难揾、啊，但系啲欧，我觉得呢度系要再落去，去到下面先有欧咯。哇，又有一个日记啊，第783次嘅尝试啊，嗰啲。哇！像木筏嘅人话已经几乎冇江嘅地下啦，大连逢车镇系佢哋见过最大嘅一个陆地。显然咧，呢个星球遍地汪洋啦，但系仲有其他嘅星球咧。爸爸帮我焊接咗一支火箭，焊接咗一支火箭。小梁同埋小恒提供咗呢个焰火啊！爸爸不得不因为爆炸而向所有人道歉啊！佢哋攞走咗我嘅工具啊，我嘅荣誉徽章，爆炸嘅瞬间所有人都跑咗，而爸爸不得不向所有人道歉。胆小鬼除咗呢个桑杰之外，佢哋都系胆小鬼。桑杰真系好帮手。爸爸整火箭嘅喂，系咯，爸爸识整。咦？呢嚿嘢咩啊？我佢需要爆炸性粉末呢、部机。我哋有冇啊？啊！等我阵，佢要几多啊？一粒，好咁多位，我哋决定，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。虽然啊，我哋本来谂住咧，其实我本来谂住今集咧，我哋可以揾晒呢度成个岛嘅所有嘢，但系呢个岛咧，比我想象中更加大啊吓，同埋哇，我见到蜜蜂添，我见到。系啊，我头先想捉噶，但我捉咗只羊先。跟住之后咧，同埋咧，我哋。头先讲过啦，我哋仲要揾到绳索勾啦，再继续行啦。同埋你见到呢度下面有嘢啦，呢度有爆炸性粉末。哇！呢、這个岛好丰足啊，好即系总之好多啦啲，好丰足啲，好多啦啲嘢。我哋下次翻嚟，我哋再继续玩 raft， 再继续揾埋啲嘢，咁就应该我估啊，下次应该会揾到晒啲勾，可以飞到埋啲地方。咁跟住会点咧？究竟爸爸会点咧？呢支火箭后面呢个要爆炸性粉末，点着咗佢之后？佢系咪会升空咧？呢嚿嘢，我哋下次翻嚟再睇下啦。好，今日嚟呢度先，拜拜，拜拜。